轮培老人会一开办，各式活动、课程和长辈会当到社区，甲大家做伙上课、同乐，而且遮阁有定情食堂，内面有一定辛苦的志工，平常时一透早就会到老人会，并且开始播音去买菜、洗菜、煮饭，用心规划菜式。虽然爱做真侪代志，不过志工拢抱着愿意付出的精神，欢喜为地方的时代服务。在厨房内，志工伫咧无闲切菜，厉害刀工将食材切咧较细块，爱方便让食材好食，阁好消化。伫外口，也有其他的志工咧洗菜，因大家拢是一透早就来到轮培老人会，为来遮上课的时段准备中昼顿。我拢差不多八点过来，嘿，来遮看看咧。啊，阮主厨就去买菜顿来，啊，就开始看菜，就洗菜、拣菜、切菜。就是做这个工作。轮培老人会除了有开办各种的课程，也有中青食堂的供餐服务。拜一到拜五，拢有无同组的志工在负责煮食，大家会分工合作。有的是负责洗米、切菜，有的是咧买菜、煮菜，拢用心在规划丰富的餐点。一个礼拜有五天嘛，那我们刚好分五组，那各组的话都有一个组长。那个人的话，就是你打算煮什么样的东西的菜的话，就是各组的组长去 handle 这样子。我们最重点的话是，第一个点是卫生嘛，那再来的话说，老人家他要的是一个营养，所以我们营养会顾到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老人家的牙齿也不好，所以我们在煮菜的话，我们尽量就是挑那个他有办法搅动的，然后有办就是比较好消化的那一些食材。虽然要做的代志真多，但是志工因是拢抱着欢喜付出的精神，一点仔拢袂感觉忝。看到时代食了真欢喜，因就感觉真满足，而且来遮会当甲大家斗阵做事，心情也变了真好。感觉足快乐的，来遮规阵安尼，较袂侪人伫厝安尼，足无聊。啊，你阁会使伫遮服务斗三工？系啊，做志工。啊，到有其他阿公阿嬷甲你娱乐讲，哦，恁煮的菜最好食的无？有啊，内底拢嘛讲，吼，这大煮大鼎饭，大鼎菜，皆好食。其实我看我每组的那些伙伴，大家都煮得好高兴哦，而且大家都绞尽脑汁，一直想说，哎，我到底要煮什么给这些老菩萨吃？这样，其实我每组都是这样子啦，大家都是很用心在准备这些伙食给这些老菩萨吃，这样。老人会长辈中昼所食的饭菜，在当中除了吃到满满的营养，更多是吃到志工因的用心。记者柯恩信采访报道。